这个星期五 Niji Nail 将会首次在 Monrovia Old Town 下午的 Farmers Market 摆摊，想要试用一下 Ten Free 的指甲油跟一般的指甲油有什么不同吗？欢迎5月20号星期五下午去 Old Town Monrovia 试用看看。 Niji Nail 无毒无害，快干，颜色又饱满又丰富又众多，在网络上看到的颜色不够清楚吗？欢迎当天亲自去看一眼，我当天也会在那边帮忙。520是个只有年轻人在过的节日吧。我爱你，怎么这么肉麻啊？不过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跟自己的另一半出来走走呢？重新回到年轻的时光。总之 Niji Nail 希望大家这个星期有个总之你的就是没办法，怎么办？放弃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总之你今天有希望大家这个星期五有个轻松的下午，一起去 Old Town Monrovia 走一走，然后购买漂亮的指甲油吧。去之前也可以上 www.nijila.com 看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当天购买哦。